这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啊，太天真了，都被他给骗了。谁骗了我们？当然是佛陀和他的比丘。我们只是想考考他们，他们每天都来祈求你们施舍。可是他们是圣人啊。哼，什么圣人？今天咱就瞧瞧他们有什么能耐，要是没有就得滚出王舍城。好，可得小心点啊。哎，比丘们来了。来吧来吧，比丘快来，我们就等你们了。欢迎欢迎。看这竹竿上有个沉香木钵，要是你们能够取走它，还碰不到竹竿、就有施舍，否则就没有。对不起。怎么了朋友们，你们不是在人前说自己多神圣吗？这点小计有什么难的？他们当然做不到了，就是些骗子，会点花言巧语。不不不不不，他们可不是骗子，是懦夫，懦夫。要不然比丘怎么到处游走呢？你知道他们导师不？骗子导师佛陀半夜扔下妻子自己跑了。没错。够了，你没有权利侮辱我们的导师，你们连他脚上的尘土都不知。你不是想看成就吗？不碰着竹竿我也能取下沉香木钵。释迦牟尼认为神通不是用来展示的，但我们必须回应他们的污蔑。尊者，尊者，尊者，请原谅我们。我原谅你们。圣人，请告知您的尊名。佛陀子。圣人，圣人，您收下这钵盂吧，要不我不能相信您原谅了我们，请收下吧。佛陀子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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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如今他们不信仰正法，却崇拜个人，置正法于不顾，转而拜附神祭。从今以后，凡是比丘在人前显示神通，将不再属于僧团，也不再是我的弟子。请您原谅，他们骂我，羞辱我，我都不在意，可他们侮辱您，我难以忍受。他们批评我，羞辱我，说我的坏话，我并不介意，为何你反而生气呢？我们要引导他们寻得真理。如果比丘们专注于展示神通，则会迷失自己的道路。母亲，看我给您带了什么。嘿嘿，今天提布达多伯伯带我去林子里了，我看到了好多黄花。提布达多伯伯告诉我，您特别喜欢黄花，它们真漂亮，是吧，母亲？今天我对提婆达多很满意，多亏他劝服阿舍氏，让摩羯陀大军继续留在这里。下一次释迦议会，我必定提及提婆达多的贡献，还有他明智的决定。啊，我跟您说过，我们儿子提婆达多很有出息。陛下，悉达多走了以后，提婆达多是您唯一的支柱。提婆达多，你跟阿奢是见过面，想必也见过摩羯陀的官员，他们可有提起悉达多？我们怎能不谈到悉达多呢，殿下？阿舍是很忧虑，悉达多的影响在他国中与日俱增。为什么要担忧悉达多？王后殿下，悉达多现在被称为佛陀，许多年轻人都做了悉达多的弟子，他们放弃了家庭、财富，去随他出家，甚至频婆娑罗王也是悉达多的追随者。悉达多就住在一间简陋竹舍，身穿纳衣祈求人们施舍，每天只吃一餐。提婆达多，悉达多没给我们带什么信吗？没有，悉达多能有什么信儿？他把我们都忘了。王后殿下，您千万别伤心，我们该感到骄傲才是啊！我们的悉达多鼓舞着这么多人，
就连频婆娑罗王都是啊。悉达多没有成为迦毗罗卫之王，他没有王座，仍是个王者。你跟阿舍使说了什么？他这么快就同意了？阿舍使想做摩羯陀王，我呢想做释迦之王，所以我们做了个交易，他留下频婆娑罗王的大军。我找准机会让自己的人混入摩羯陀军队，然后频婆娑罗王阿舍使得到了摩羯陀王位，而我呢，释迦王位就是我的了。悉达多现在被称为佛陀，王舍城的年轻人都做了悉达多的弟子，他们放弃了家庭财富去随他出家。身穿纳衣祈求人们施舍，每天只吃一餐。住在一间简陋竹舍，他把我们都忘了，王后殿下。荒唐啊，你毁了我们的家庭，人们还都说你是圣人，我丈夫出家做了比丘，你就是个骗子。你的比丘就会展示神通，诱惑年轻人去做比丘，像你这种骗子必须得重罚。你不是叫人慈悲吗？嗯，可你自己，你有一点慈悲的心吗？朋友，如果你赠给玲玲一份礼物，可她拒绝接受，那这份礼物该是谁的呢？当然是我的。同样，你对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接受，最终还会归还于你。辱骂是恶行，他不会得到回应，只能像回音一样让恶语回荡在你的心中，就像人不能脱离他的影子，同样恶行也不会离开做他的人。他们还会回来加重你的痛苦。我想说，只是醒悟，认识你自己，邪念、恶行都会慢慢的消失。
真了不起，您以祝福回应恶语，真是了不起。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不同，我已经醒悟，你也有醒悟的那天。宰相，除了这个，再多写一份诏书。如今国内和平，这个月我们就不向农户征税了。英明之举，陛下。怎么了，夫人？陛下，鼹鼠陀，鼹鼠陀螺还好吗？他很多天没到这儿来了，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亲自去看看吧。鼹鼠陀螺，这是怎么了，鼹鼠陀螺？我一直在劝他，可他坚持自己的决定。母亲，父亲，请不要为我悲伤。看到我的儿媳这种境遇，我怎能不伤心？孩子，我曾为他庙长言状，姿容只为郎君而展，既然不能效其比翼，至少还能振翅相随。我的女儿要睡在坚硬的地上，我看不下去。她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。不，你遭受的不公平够多了，这日子必须要终结。宰相。在，陛下。你看到未来王后的样子了吗？分离的苦痛已经让她受尽折磨。一个弱女子要承受这些，我不会再坐视不管，马上启程去抹杰托，把喜达多给我带回来。父亲，我不想阻碍他修行。没人阻碍他修行。尽快赶到喜达多那儿，带他回来，告诉他想住森林就住加匹罗卫的森林，跟他说清妻子状况，他有什么错要受这种惩罚？父亲，请不要这样。如果喜达多在，你还能见见他，能跟他说说话，不用天天受这样的折磨。宰相，叫车尼跟你一起，喜达多还有对他的情分，快去。遵命，陛下。叔叔，罗哈罗，车尼叔叔，罗哈罗，罗哈罗，车尼叔叔，请把这个带给父亲吧，告诉他我很想他。罗哈罗，这么强迫你父亲是不对的。不是的，母亲，你会
会带他回来的，对吗？是啊，王主殿下，不带上您父亲，我也不回来。夫人，您要带些什么给悉达多殿下吗？或者几句话？之前我送了莲花给他，他退还回来，那时我不想，如今也一样，我不想做他的绊脚石，我接受他的意愿和生活方式。若是他送给我东西，请不要接受，只告诉他如果想给我什么，就亲自来见我。宰相，我希望这次你和车逆不会让你们的陛下失望。请您放心，陛下，悉达多殿下一定能回来，也是托洛夫人的苦修绝不会落空的。用力量取胜，不耍诡计。您确定莫杰托将军站在我们这边吗？没错，他也对佛陀和陛下不满，只要您下令，那我佛陀掀起的变革毁了他的家庭，他的女婿抛弃了妻子去做了比丘，他去找品婆娑罗陛下申诉。您可知道陛下说了什么？他说尊重他的决定，他是在走正确的路。陛下最精通如何给别人伤口撒盐。你决定好从骗子手中拯救莫杰托吗？是，王主殿下。如果我们反抗失败了呢？那么，我发誓，我会自尽，绝不让莫杰托和您受任何损害。我现在需要两个既高又可信的箭手。殿下，只有两个？两个足够了。他们得有胆量去砍国王的首级。我要的是频婆娑罗王的头。打扰了，请问佛陀在哪里？
王处殿下，王处殿下，王处殿下，释迦牟尼佛陀，释迦牟尼佛陀。我亲爱的比丘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车尼，这位是我父亲的宰相迦毗罗卫的臣子。您离开迦毗罗卫已经七年了，如此的光辉荣耀，我真是想不到竟然能见到这样美好的光芒。母亲博士波提和敬爱的父亲还好吗？自您离家，他们的脸上就再没有过笑容。如今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还要勉强出席世家仪会。这个，洛侯洛王储托我给您的。罗侯罗，他都长大了，跟他母亲说一定要把这个给您。他就像您一样聪明，样样精通，他一直在思念您。耶稣托洛夫人还好吗？我们不能透露任何耶稣托洛夫人的事儿，您回到迦毗罗卫自然就知道了。等我找到问题的答案，就会回到你身边，回到罗赫罗身边。自从您踏上寻求解脱之路，迦毗罗卫的臣民都是日思夜盼呢。陛下和殿下只靠这一个希望活着，就是能再见儿子喜达多。耶稣托洛夫人一听到敲门声就惊喜不已，冲向窗边，可永远失望而归，也不让罗侯罗看到他伤心，还给他讲您儿时的故事。我们是来请您回迦毗罗卫的。您会跟我们回去吗？我发过誓，不带上您绝不回去。我当然会回迦毗罗卫。我答应过你耶稣托洛，我们相会之期不远了。耶稣，我回来了，我没有违背诺言，我在深夜离去，亦在深夜归来。可这夜真是太长了。
教过我这首曲子，他说这是父亲最爱的曲子。母亲，你好像很高兴啊。是啊，你父亲要回家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你父亲来到梦里告诉我的。这是我儿子七婆，他从打车失乐回来后就一直很想见您，我也很想见到您。你可在学习？我现在跟着父亲学习舞剑呢。我长大以后能跟着您吗？当然，有何不可。这几天有些事情困扰着我，这些浮华的生活，美貌还有名利都很重要吗？如果有天他们都消失了，会发生什么？容貌终会色衰不破裂，生命中没有恒常之物，而这样的无常使内心实处患得患失，用具和财富可能并无价值，但对美好事物的依恋执着将我们紧紧地束缚，升起了妄慢并令其滋长，却只是过眼云烟。当你进入禅定，会发现所执着的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你的悲伤在慢慢消失，而获得的喜悦，死亡也无法夺去，更何况是衰老。我会遵循您的教导，请到我的盲灵宫看看吧，我等着您。我会去的。你与阿婆婆里交谈时平静自如，不为美貌所动，您的心念超越常人，如此美丽的女子来到比丘面前，她如何能表现得像您一样美丽或丑陋？同样由五元素组成，与世间万物并无差别，宇宙之简令人惊叹。如果我们以异者的眼光看待，那世间万物亦无美丑之分。这云，这风，这阳光和水，秋日佳木和这迷人的竹林，都是美丽的，只是我们未曾注意到它们的美。而最动人心神的是女子之美，男子若被女子美貌吸引，那男子将偏离自己的道路。如果你深入意识深处，所见外物就不会再吸引你，而你保持冷静，不屈服于妄想。那什么是美呢，佛陀？美亦是无常，它从不带来悲伤。那慈悲、自由之心，不为任何事物束缚。这颗心感受到寂静与喜悦，
即是至高真理，只管去实践吧。这扇门为每个人敞开，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。多谢您，因您的好奇，我们懂得了美。我是受命而来，可看看发生了什么。我来带佛陀回迦毗罗卫，现在却想留在这里，加入您的僧团，做您的比丘。您会让我做比丘的，对吗？当然。等回到迦毗罗卫后，皇恩陛下，安布波利夫人在等您。今天我很开心，有福气见到了佛陀。七婆还问佛陀能否做他的弟子。多不可思议啊！二子同父所生，一个儿子崇拜佛陀，而另一个儿子却诅咒佛陀。我不知到底阿舍氏的什么野心控制了他。沙地里的政法不仅是发动战争，还要为人民带来和平。住手！我亲自处置他，竟敢对母接妥王提婆娑罗下手！我们都有同样的思想，无上真理之门在每个人身边。走吧，我饶你一命。您饶了袭击您的人，饶了刺客一命。我是佛陀的追随者，是忠实的信徒，立下过誓言。但至少要问问，是谁命他刺杀您的？我知道谁是背后的主使。阿染摩给尼日瓦尼普拉塔苏诺苏诺耶布德卡塔。